你好，陆总，很高兴为你介绍由阿尔法小组用最新科技打造出的智能机器人星期五。它拥有足以震惊世界的知识存储系统。你把这本书第七页到第十页的合加起来，得出一个秘密。打开这个箱子，是鸡蛋。它拥有顶级的厨艺。我的天，是放了什么毒气炸弹？完美的语言体系。嗨，我的鸡蛋，我的鸡蛋，是鸡蛋。超长的待机时间。格外的善解人意，只有在你面前能多笑笑。为什么？因为你不是人。这是我家另外一个禁区，只有我能下去。救救我！啊！你要是再敢动，我就把你给拆了。我是养了一只哈士奇吗？如果我和博士都掉到海里，你先救谁？我当然先救你啦。回答正确。博士会游泳。